大家早啊！今天已经开始变天了，然后你看，开始下雨，地上湿湿冷冷的。昨天睡到一半，半夜就突然间听到大雨的声音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要出来找吃的。但现在路上连人都那么少，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吃的东西。然后妈妈还在家里休息，所以我要出来觅食，来看看有什么店家开了。过年期间真的就是店家特别少，对，因为大家都要过年嘛，所以只有一些就是少数的一些店家才有开，供应大家美食。真的是好空啊，对。哦，这个夜市的饮料店已经在准备了，我觉得好像找不到吃的，不知道大家就是过年过到现在过得开心吗？有没有赌博的？有没有赌赢啊？对，因为我们家是没有在打麻将啊什么的，所以说我们都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朋友找我们去赌博聚会，以前年轻的时候还会凑个热闹，就是可能去玩个射龙门啊，去玩个什么这样子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就没有，便当店无，哇，便当店都没开。最幽默了。我们过年期间就是每天都在喝酒，就跟朋友聚一聚，喝喝酒，聊聊天，这样。哎，好像有哦，哎，95位，但全部都初六才开工，嗯，日本料理店要开，哎，真的。完蛋了，真的没有便当店。这幽默了，所以大家是不是过年的时候跟我一样，就是如果想要找东西吃的话，不知道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没东西可以吃。这时候真的家里要准备好很多粮食，才有办法填饱肚子。哦，我继续看了，找到店家再跟大家讲。真的只有 seven 可以找而已。奋起湖便当。太和店麻辣鸡肉干拌面，真的不知道吃什么，好可怜哦，只有 seven 可以找而已， seven 选项还这么少，然后，然后妈妈又叫我自己决定，真的很难自己决定，是不是？不知道找什么，当然要出去吃好。路上真的找不到任何的店家，然后我现在看到的最多有营业有开的店，都是彩券行。我这样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觅食啊！找吃的，真的，以后过年的时候可能家里要准备一些吃的，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吃什么。我画几遍，哦，这里有个店家要开哦，
来看看是什么。啊，我来吃个，好了。还有八碗。然后吃个卤肉饭好了。你要吃的时候，没有啦，白班要晚饭，改天他休息的时候再吃。太好了，今天也是正常。好了，要不要吃饭完？我不要。还有这间，他生意好好。今天这种日子有开的话，一定生意都很好。以后过年的时候开店营业的话，生意都很好，因为真的没东西吃。只要有东西不要太难吃的话，其实都 OK 的。好，看他们现在超级忙，现在已经快一点了。冬粉限时5分钟。忙到什么唱？我这个终于买到了。雾霸丸。我告诉你，整条街。为什么你吃萝卜饼？他有卖萝卜饼啊。哦。然后买个萝卜饼，他生意超好。因为没有店家看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完全没有店家看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那个炭烤三明治出去卖，一定大排场。外面现在下雨，你有听到我们滴滴咚咚的声音？所以外面都没有店家开了。没有店家开，唯一有开的这家生意超好，跟对面一家卖鸡肉饭的。就是巷口那个，他旁边不是有一家卖鸡肉饭？果然，他卤肉饭很不好吃。卖霸王的卖卤肉饭，你觉得卤肉饭厉害吗？他品项多很多，我想应该是生意不好，开始增加很多新的品项。像北斗霸王，他那么好吃，他就不需要增加新的品项。他光卖霸王就已经快忙死了。大过年的，你们都吃什么呢？因为外面真的比较少来卖东西的，可能就要选那个啦。如果逛街 ，7-Eleven 啊，麦当劳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在 7-Eleven 挑东西的时候，很多人在 7-Eleven 挑东西。对，我在想这没东西吃，真的。麦当劳应该是 OK 的。对啊，麦当劳，你想吃吗？过年哦，这个可以中300,000。嗯，刮，真的是。来，刮一下，有没有零钱？有。喂。我们来刮一个刮刮乐看看。100的，好吧。今年还没刮过刮乐。我今天想要去买彩券，都没有去买，因为都没有遇到彩券行。想到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彩券行超远了。刮，就反正有看到就刮。如果这个真的中300,000的话，要看到刮出一个老鼠的符号，是吗？刮出一个老鼠的符号对应这个奖金哦，所以只要有一只老鼠，因为我现在刮到了一只狮子，一只猴子就好了。一只猪，我有鸡，大象，我有鸡，我有牛，什么？我有老鼠那个老鼠100元，耶、yeah ！看你还有啊，终于还有老鼠，哎呦，运气不错哦。有狗有猪，老虎，要雪小心一点，我们大家把雪抓起来。老虎有牛，有羊，完蛋了，我觉得。你又不是说狮子座今年会很旺吗？哪有，谁讲的？大象啊，只
有刮到老鼠才有哎、欸。对，只有刮到老鼠才有。耶、yeah, ，那应该我今年运气还是比你好一点，因为毕竟也是属老鼠。我没有老鼠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没有老鼠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、怎么会这样？好运数不完。对，老鼠，今年鼠年当道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老鼠。干嘛？我看到最旁边的老鼠吗？对，这边中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在我的卤肉饭上面那个碎屑都掉下来，你想让我中毒啊？好了，你运气比较好，好吧？今年是妈妈的年，对，所以妈妈新年快乐，送你一个亿，你的红包。对，一个亿，真假的？真的。初二嘛，对不对？初二你没有回娘家，对不对？儿子的，我会给你一个空红包袋吗？还偷看？啊、哦，你真的有钱呢？你从哪里拿的？啊，这是秘密。啊，我有红包。老公真好、啊，他没有，他在哭了啦。爸爸来，爸爸抱抱，好不好？爸爸抱抱。红包，哎呀，好久没有收到红包，但好像我老公每年都会包红包给我，但都不知道钱从哪里来。红包，我们大年初二，好吧，刮刮乐刮了100块，赚了100块，赚了100块，然后还有这个小红包。对啊，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数钱数不完，恭喜发财，好运旺旺来。我不管，我要再去买刮刮乐，还刮。